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，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。今日你非死不可，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你已经动心了，这颗心是你欠我的，如今理应还我。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？你到底是谁？回来！他人皆可动情，而你不行，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。难道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难道你要弃凌霄派不顾，弃正道不顾吗？吾乃玉女，终成心肠，若我舍下这些物件，是否可换得心境？唐州，严丹，你别误会，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，不打扰了。严丹，严丹，严丹干嘛？那个，我与那个浮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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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